梵蒂冈电台讯，教宗方济各11月11日上午接见了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代表，他们近日在罗马参加高峰会议，探讨太平洋区域的国家所面对的问题，当天还将与联合国粮农组织会晤，之后他们将前往德国波恩参加联合国第23届气候大会。教宗问道，我们愿意把什么样的世界留给那些在我们之后来的人，那些正在成长的孩子呢？这个问题不单单涉及环境，当我们省思要留下一个怎样的世界时，我们指的主要是世界的大方向，它的意义，它的价值。这是教宗给论坛秘书处代表们提出的一个大问题。事实上，太平洋地区拥有如此富饶的文化和自然之美，教宗表示，我们非常担心那里的情况，在当地居住的人更是如此。更确切地说，他们最容易受到愈加频繁和激烈的环境与气候现象的影响。教宗谈及海平面上升、珊瑚礁持续下降的严重问题。早在30年前，菲律宾主教就对这一现实提出了谴责。造成这一问题的原因有很多，主要源自突如其来的人类行为，这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开发形式有关，其冲击力甚至到达了海洋底部。